布布，姐妹花们，布布，波妞，还有波妞，嗨，布布你好，来这边，来这边找妈妈，来找妈妈，大家欢迎这个今天的神秘嘉宾，就是我们的布布，还有波妞，来，这边妈妈，这边妈妈，来。来 ，Baby Shark， 噔噔噔，好可爱哦！他好酷帅，他就是那个 Rider 啊！来，爬上来。嗨，还有波妞，波妞，波妞，拜拜。你要送花吗？你要送花给奶奶吗？在家里面都是谁在照顾你？跟大家说。是哦，那你跟我讲。修杰楷是不是酒鬼？再说一次，爸爸是酒鬼。耶、yeah, ，各位哈、哦，好，像我必须要澄清，他如果在国外可能会被抓。他真的是喝完一杯酒脸会红的人，他绝对不是酒鬼哦、okay ，真的不是酒鬼啦哈、哦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女儿在这边等我，这边可爱的波妞，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哦，来，妈妈抱。谢谢宝贝来了，来，他们有准备了这个玫瑰花。布布，你要拿吗？布布，你要拿这个小花吗 ？Baby Shark， 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你要跳吗？布布，你要跳 Baby Shark 吗？布布，昨天你有跟妈妈说你想唱小白兔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耶、yeah. ，好，那我先唱哦，小白兔呀，小白兔。拿手机的，你不要一直站起来好吗？耶！掌声给布布鼓励鼓励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那布布，你告诉我，小龙哥哥跟 Dalton， 你比较喜欢谁？他做出选择了。好不好？你听到了 ，Dalton， 再说一次，小龙哥啊 ，Dalton 跟小龙哥哥，你比较喜欢谁 ？Dalton， 两次就是真爱了。对，奇木已经放下了心中的大石了。你要说话吗？波妞，波妞好淡定，好可爱哦。波妞没办法，她现在还不大会，她只会。所以今天波波跟波妞特别来帮妈妈站台，送上了这个彩色笔。彩色笔在哪里？来送妈妈啦！谢谢宝贝。还要送上这个可爱的小花，希望妈妈可以跟花一样漂亮。还要送上这个彩色笔，要一起把这个人生的大画布给画好画满。来，亲一下妈妈，来。哇，再一次，亲一下。哇，好。对，感觉他很那个心不在焉。他现在等刀刃在哪里？刀刃在哪边？那我们让那个静雯带着这个波妞跟布布拍一张照片好不好？我们坐上沙发好不好？可能会比较舒服的位置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帮忙。来 ，OK， 布布，啊，你要画画哦，那彩色笔给你拿。那你坐上去在妈妈旁边好不好？哦，他现在马上要画画了，来，各位，好不好？他已经做出了真爱的选择，现在马上就是要来，来，等一下就画画哦。好来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帮我把彩色笔打开。好，对 ，OK， 把它打开。好，好啊，等一下给你画好不好？那个妈妈那个厨房那一张，耶、yeah, 哦，哇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波妞哇，波妞活过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就麻烦来，布布在这边，阿刚看一下阿刚。看中间小白兔笑一下，看中间，波妞超可爱的耶，来中间看一下，耶、yeah ，有吗？有下一个吗？有没有？我们都出来挡镜头，对。布布，你爱不爱妈妈？爱妈妈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下，好。各位，这个片刻哦，稍纵即逝，就大家自己凭本事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孩子我们也无法控制。好，来正前方麻烦，来，布布看一下前面，
对，好多好多照相机在拍你们呢、哦。啊，波妞，波妞想唱歌了。呀，从手机，波妞说，哇，波妞的歌声好嘹亮哦。画面上是姑姑最喜欢的 Baby Shark， 我刚刚一直在看，有唱歌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感谢大家，让我们让这个姑姑跟波妞先休息一下下喽。姑姑可以去画画了，我们去画画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来，什么歌？你说这个是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你要上课吗？哎、欸，他真的看傻了、欸。对，他真的玩，那不然他站在这边看好了。那静蕾，你帮这个今天的那个记者会做一个 ending 好了。今天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，然后谢谢大家来，然后现在的我很幸福，然后我也很珍惜现在我所有的一切，然后也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，然后你说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耶！是来自他去买，耶！谢谢我们最强销售员，感谢姑姑，谢谢最棒的静雯，耶！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静雯，谢谢我们来帮介绍一下，还要画画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们就让那个对静雯就是来。OK OK， 啊、哦，所以真的三个女儿个性都不一样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对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心中永远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对，我们希望这个 Angel 在这个上海求学一切很顺利，没问题。然后呢，这个可爱的布布跟波妞也能够呢，在你们的这个教育之下呢，成为价值观正确的可爱女孩。没错 ，OK， 那我们这再次感谢大家这边的支持，这个贾静雯的新书。谢谢